咁呢一題咧比較特別啲喎，佢想將一個十六進制嘅數轉成係二進制。如果轉做二進制咧，咁呢啲全部都轉做 power of two 嘅咯喎。我嚟試下啦，五乘十六係二嘅四次。OK。咁十咧就係二嘅二次，二嘅三次。再加二的一次，這樣吧，是吧？好了，那這個五呢又可以寫成五，二的二次加一，這個呢永遠就是二的三十六次，二的二十次，這樣就加它吧。我諗到變咗咧，係二嘅三十二嘅三十八次，加二嘅三十六次，加五乘二嘅二十次，等啦。咁我好有可能相信咧，就係三十八次。如果二嘅三十八次咧，即係真係有三十八個位，再加埋最尾個 constant 咧，應該有三十九個 digits。咁所以 C。